草丛里蹲了十个抠脚大汉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本来单挑小鲁班，我是信心十足，胸有成竹，胜券在握。可千算万算，还是没算到命运中有此一劫。正当我以为只有我的命运多舛，直到看到孙悟空的遭遇，我心里开始有了平衡。原谅我忍不住笑出了猪叫声。不要摔断了。Go!
有你们。祝你要保护我，你不要乱跑。我保护你。对啊，我都没叫你保护我，你叫我保护你。你是辅助啊，姐姐，你才是辅助。干得漂亮。Enemy killing。过来跟我一下呀，我不是已经在跟你了吗？跟大人呢？我分手了，不想玩了，你们都退了吧。